因為佢仁義禮智信啊嘛，係我哋嗰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嚟。黃飛鴻咧有十套功夫，咁咧其中咧就有四套就係拳嚟嘅，咁啊紅拳三寶啦，就攻接伏虎啦、虎鵲相迎啦，同埋鐵線拳啦咁樣。咁啊另外一套拳咧就叫五形拳，五形嘅意思就包括五個形態，五個形態咧就龍蛇虎豹鵲咁樣嘅，咁啊四套拳。咁啊長短兵器當中咧就有挑刀啦，有雙頭棍啦，有單頭棍啦。有子母刀啦，咁呢個三寶嘅意思咧就咩咧？佢無論佢個拳套點發展都好，佢照一個工字，一個工作個工字嘅形式呢、這個模式去設計一啲招數，要完成咗呢一個咁嘅動作。其實佢係基本功嚟嘅，老實講，喺搏擊各方面咧係用防守，以守為攻啊。咁其實呢個概念咪輸咗嘅話，咁但係唔係？佢喺虎鵲相迎當中咧，佢係一個攻擊嘅招數係多啲嘅。咁喺技術方面發展嘅最高嘅境界就係去到鐵線拳。鐵線拳咧，其實咧，佢係除咗個紅拳嘅剛勁之外咧，佢係會講剛柔並濟嘅。喺柔嗰方面都有作用嘅。如果講到黃飛鴻嘅電影咧，我由細到大咧，莫桂蘭就拖住我去睇任何一套出品嘅黃飛鴻片嘅。由第一集開始到第四集咧，就嗰陣時好細個啫，但到後來我先知嘅。莫桂蘭話：由第一集去到第四集當中咧，嗰、那個橋段啊同埋個故仔咧就好接近事實嘅，但一出到拿撒蘇呢個角色之後咧，就已經變咗質㗎啦，就已經係一個商業化嘅手段啦。咁其實官民聯佢出邊套都好，咁梗係有個中有個奸嘅，係咪？咁但係佢目的都好深意義喺度嘅，佢就又係憑着我哋中國人嘅嗰種嘅傳統嘅觀念啊，就係忠孝仁愛、禮義廉潔，憑住呢一個咁嘅發展。你其實每一套戲咧，佢都有呢個含義喺度嘅。問題你欣賞嘅時候有冇細心去欣賞咁解啫？黃飛鴻咧喺1949年至依家已經拍咗百幾部黃飛鴻電影裡面咧，講咗好多有關我哋傳統中國嘅儒家思想嘅道德啊，或者我哋嗰啲學武之人應有嘅武德嘅嘢，應該值得咧我哋係推廣嘅。尤其是喺依家呢個香港，漸漸大家都用金錢去衡量我哋嘅價值嘅時候咧，我哋應該有翻啲咧精神上嘅一種價值。如果仲有機會再拍黃飛鴻電影咧，就好希望去拍翻一啲南方嘅嶺南文化多啲嘅嘢咧，因為依家我哋再拍電影比較困難啲咧，就要同中國大陸合作，他們拍攝可能是要就他們自己中國的市場，如果就中國的市場呢，在大製作裡面呢都基本上是漸漸我們香港電影呢就沒有了我們自己傳統的特色。如果能夠再開拍黃飛鴻，因為黃飛鴻是嶺南的拳師，咁如果能夠裡面多翻啲嶺南文化咧，咁幫我哋保留翻我哋傳統嘅武術又好，幫我哋嶺南文化或者係我哋嘅南方拳種都有一啲代表嘅嘢咧，咁就最好啦。呢個就係劉湛啦，佢打緊呢套咧叫《虎鵲相迎》。呢套片咧係第一次喺香港公開播放嘅，即係唔計第一次播之餘啦。呢套《虎鵲》，阿劉湛師傅咧就係阿劉家勇一陣間上嚟嗰個外公。因為武術咧，每一門派咧都有每一樣嘢係表達佢嘅意識嘅。咩叫一指定中原咧？我正想問啊，你又講咗天。地嗱，呢個指嘅呢個咧，呢個只係吸住只一支香，唔能夠趌起嘅。天地人，倒轉兩個人字啦，係咪啊？咁你自己擺喺心度啦，就良心啦，係咪啊？即係對天、對地、對人都有良心。所以我哋用其他一樣嘢好特別嘅，點解每一樣嘢都屈縮嘅咧？寸薄嘅咧？唔推曬出去嘅咧？唔丟曬出去嘅咧？因為我哋係留守嘅，我哋唔會去亂咁出一拳去打傷一個人。點解我呢個一指定中原話俾你知？冇嚟啊！可以變咁樣打你得嘅，係任何動作都可以攞你命。但係洪拳咧就係、是、最欣賞一樣就係、是、你唔嚟，佢唔會打你；佢你嚟，佢只有佢擋你而避你。講
所以虎獲雙刑，即係跟住我就我外公打下學嘴阿飛飛鶴，呢下呢虎獲飛鶴呢樣咧，就係話仰下，即係遮人隻眼打人嚟嘅，同其他時間咁樣打出去嘅。咁佢做出嚟咧，做得好睇，係而家係正式嘅咁呢個拳術裏邊認為最密嘅就係呢一腳，呢一腳打出去就最啱嘅，因為現實係冇無影腳。無影腳只不過是當時一些師傅咧，係俾佢一個叫做咩讚賞啊嘅一個形容詞啊。慢噶嚇，嚟一打嗱，阿川橋，哎呀，正話嗰下嘅影影手無影腳啦。咁但係佢做戲咧，佢冇一啲橋段啊，佢呢啲都係橋段啦。咁一個苦學，點解一定苦學啫？唔使一定咁。佢正話講噶啦，我唔係啊，大家炒得噶嘛，係嘛？唔乖。好啦，我要唔傷佢嘅。崩崩。哎呀，咁都係嘅 ，sorry 啊。點解出場？呀？點解？點解先？解釋唔到啦嘛？你有冇留意我講過正話？好簡單提過你哋，佢係一個粵劇舞台嘅，佢做大戲嘅以前。咁呢個點樣得嚟咧？嗱，粵劇咪一個環嘅。係嘛？大戲著上，哎呀呀，咁樣咪個環嘅。咁佢做大戲噶嘛？咁有乜嘢出到嚟可以令到觀眾知道我就係叫黃飛鴻，邊個唔識我關燈？行出嚟就，咦？唔係幾好睇喎？第二集，咦？第三集有冇越嚟越犀利啊？嚟啊！呼！李連杰咧，好啦，新派啦。咁你新派到就徐克啦。咁佢係北派呢個新派武術嚟噶嘛？新派武術除咗咁樣之外，呢啲咁之外，仲有咩一舞噶嘛？咁佢將你隻手擺前擺後咯，即係點解咁樣咧？因為佢嚟玩可以轉手，可以轉題，係咪？可以轉柔心八卦掌。你連結就係咁樣轉翻嚟，所以你嘅手法擺出去就嗰時我我開始幫莫桂林教功夫嘅時候咧，係1959年開始。一路至到70年代，所有嗰啲苦爪咧，全部係咁嘅。呢個電影裏邊，電影裏邊係咁。電影裏邊啊，點解係咁咧？因為個鏡頭喺度影住，冇理由咁啊嘛，咁就拍。其實係點嘅咧？正宗係。其實個正宗嘅苦爪係咁樣嘅，係咁樣。呢度仲唔係要咁，係咁樣咬住嘅。